心凌日前宣布，即将在9月再度登上台北小巨蛋，展开全新的世界巡演。14号门票一开卖，瞬间完售，再度展现他的超高人气。去年因参加浪姐三翻红，最终获得总冠军，一举一动也备受外界关注。而最近微博又出现一条和 Cindy 有关的话题，原来是王博在宣传电影《热烈》时，现场跳起了王心凌的《Honey》，画面直接让网友笑翻。曝光后立刻出现王心凌，千万别看黄渤版哈尼的热搜。有网友直言，黄渤你这么甜不要命啦，这个表情管理太好笑了，还抿嘴唇是什么意思？也有网友表示，心凌看了要气死吧，估计会忘了自己原本怎么跳。另外还有网友发起投票，写下黄渤跳甜妹舞，可爱不油腻，少年感和少女感兼具，看完影片的你给他打几分呢？而电影导演董成鹏还贴心@王心凌，要他千万别看，最后也调出本人笑回，都上热搜了，很难不看到耶。之后王心凌也关注了黄渤和董成鹏的账号，这波宣传算是大成功哦。